이겨. 이가 이가. 有敢来的，你看看谁胆量大啊！小黑，谁胆量大？我们黑子胆量大。往后拽。哎呀，还出声音呢，一会儿都。嗯。呀。拽不住了。前面有会的，后边就有学的。对，让他一个带一个，这样玩起来。来。又是他拽住了。那应该是个小母，刚才那是小公。拿起来看看。先玩吧，玩吧。这家伙。又咬住了。他咬住，还是他咬住了。嗯。这个步有点小，你看他们有两个狗咬上之后就没有地方再去咬了。嗯。呀，还甩呢！老大刚才咬上了，老大也甩呢。咬！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这帮小家伙啊，平常的时候见到你就开始叫唤，所以呢，你得想个办法去陪他们玩。你看刚才给他们扔了几块骨头不行，人几个就是不抢。我现在又把那个小豆干拿过来，上面那铃铛也装上去了，我逗逗他们，看他们会不会咬，转移注意力。对，转移注意力，让他们也学习学习这个捕猎的欲望啊。你看这个老六了没，他咬住，你看看看底下咬着，老二底下咬着呢，躺着还咬了是吧？嗯，这快出声音了，我觉得。你看老六甩呀，这家们，你们喜欢老六的要拼手速了，我跟你说，这老六的性格，我跟你说，属这里边属老六的性格最猛，他咬的多，你看那个小鸭咬的多，那咬多，他是满口了已经，满口。越甩其他的小狗越去咬，你看没咬咬咬，你看这杆儿都弯成啥那个啥形状了。嗯嗯。睡着了，人家你招了人家，你睡着那哪行啊，让你出来玩来了，你也睡着了，睡着那不行，把你逗醒。这样转移他们注意力，他们就不叫了，你知道吗，家人们？哎呀，叫的那个你可烦可烦的了，直接把你耳膜给你震聋了都。嗯。哎，你看那个不睡了吧？嗯。哈哈。嗷！你咬老二吧啊！一会儿他俩都得打起来。嗯。你敢咬老二的屁股，你不找事儿吗？这小母，你看那小母，虎皮小母，咬着往后拽着呢，有劲儿，使的劲儿才往后拽呢。哎，这才是你们的性格，对不对？争抢东西，咬住之后就开始甩，然后往后往后蹬。嗯，呀呀呀！这个小母帅。这是你们该有的性格，起来吧，小狗子们。冲呢，还从后往后就往前跑着再冲呢。要不然他抢不着。嗯。其实咬住之后都会甩，指不定哪一个就是咬住之后咔咔咔，你看甩甩呢。这么小就咬住狂甩，
这长大以后得了不？我先给大家说一个事儿，你看我手在这隔着了啊，疼、嗯、了都，因为它那边太沉了。小虎皮还往外拽呢，往后拽呢。想了，这小虎皮点个爪子，你咋又钓上了小黑？你这拽不动，根本都拽不动，把杆儿给弄弯了。你坐底下了，还往后拽呢？呵，你攻击我呢又？这老六太坏啊！别一会儿再把你手了。所以说咱现在打了疫苗了，不能这样啊，你不能把手放嘴里。喝玩着玩着就冲我来了，是不是不老二你呢？啊啊！这打了一巴掌，这还叫呢。老九，看老九冲我叫不？看你俩谁冲我叫，谁冲我叫？小母呢？小母呢？咬他！小母。小母，小母，赶紧咬，赶紧咬！他现在打疫苗了，不怕咬，不怕咬，打疫苗了不怕咬，咬这小母，小母停。老九呢？老九，老九急不急？老九。嗷嗷嗷！看老二，老二看没嗷嗷。老二在里边躲着，他没法动。啊，那也抻嘴咬你。老九，老九。哎呦，就你老六对我最凶。哎呦，哎呦，你看，你看，看看看看，看看看，就你老六啊。就都欺负我。